歌手唐娜许久不见，仍宝刀未老，上周六跟好友们开庆功宴回味经典，而庆功宴上还出现神秘嘉宾。男方叫薛志伟，和唐娜出双入对，而且男方还是一个超级大富商。我的生意再大，总是一个山比一个山高，那反正我一直都是会往前走的。其实薛志伟结过婚，已故妻子是名媛吴玉美，最近跟唐娜一同出席慈善晚宴，新恋情才曝光。外传两人已经交往一年多，准备结婚，但唐娜口风紧，不愿多说。而喜事将近的还有他刘湘慈。性感甜美的刘湘慈最近在脸书大方认爱，说晚餐担任刘秘书，介绍自己的男朋友叫 Fake， 在大甲出生，大学念东海化学，还暧昧的说以后来电显示他就是未婚夫。不过刘湘慈还没将未婚夫的脸曝光，就了解对方有180公分，还是药厂富二代，离过婚有小孩，但刘湘慈不在乎。两人目前一块住在东区，享受奢华生活，什么时候要步入红毯，外界引颈期盼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